具 TV 第三季新的環節太歲電，咁呢個環節將會係做啲咩咧？就會係由我太歲咧去揾唔同嘅嘉賓上嚟講一啲關於咧 ACG 動漫模型玩具或者係相關嘅一啲人嘅事物啦。咁啊上嚟做專訪啊。咁今次請到嘅咧就係 Vincent。咁其實係啦，咁我亦都揾到個 partner 就係阿 Walker。我負責聽實質係啦。咁其實係Vincent 係。是一個記者嚟嘅，其實佢今年咧就攞咗一個咧就係2016年咧就係、是、其實呢個獎係舊年嘅應該。唔係，係舊年。係。舊年年底之前。今年。係，即今年班。係啦，係。係啦，咁啊係一個2016年香港最佳新聞報導組嘅最佳文化藝術嗰、那個。最佳文化藝術報導獎。係啦，咁啊其實佢嗰個範圍係屬於叫做港漫泛娛樂喎，點解？我想問一下，其實你我所知道啦，咁其實本身你係以前係做娛樂新聞嘅，係啊係啊，咁係幾時開始轉咗做呢種我哋叫做副刊或者文化新聞咁？唔係，其實有兼顧嘅，兩邊都公司咁啊、先做開，咁你不嬲我係做記出身嘛，咁跟住後屘公司想做多少少有啲題材係可以攞去試下比賽嘅，睇有冇機會攞到獎嘅。咁佢哋知我熟嘛，咁、我漫畫係比較熟，即係由細睇到大啊嘛，港漫嗰方面同埋日漫我都有睇。咁後屘因緣際會嘅有啲嘢，因為好多人話港漫已經係一潭死水啦，薄咗漫畫直情好似走入寒冬咁樣啦。咁、跟住自從喺2014-2015年，我知道內地開始要推行泛娛樂。咁點樣為之係泛娛樂呢？其實係內地好似係文化局啊，定唔知文化部啦咁啦，類似咁樣啦。佢哋已經落咗通告，係講明泛娛樂呢三個字，其實就將小説、漫畫發展成為周邊嘅產品，憑佢哋嘅 IP、佢哋嘅版權，佢哋可以改做網劇、改做網上電影，可以改做劇集，可以改做電影，可以改做不同嘅遊戲產品，譬如手遊、網遊、端遊。係端遊。都是上網的，但係佢哋有分，你譬如喺雲端啊，咁、跟住或者手機啊，即係屬於叫網絡，即係屬於叫舊式嘅 PC， 即係嗰啲 online game 嗰啲 online game 咁咧，所以就開始由2014年開始就已經有好多投資者啊，投放咗好多資金啊，各樣各樣嘅去做呢個漫畫或者揾啲小説啊嘅去改呢個 IP。咁跟住2015年就甚至乎首先有呢個題目衍生出嚟就2015年嘅時候，有間內地嘅投資者，內地嘅我哋叫做網絡商啦，當投資者咯。咁佢就簽咗一紮香港嘅漫畫家，係首一批上去畫內喺內地網上發表免費漫畫嘅，咁樣去做，咁咪衍生咗呢個泛娛樂呢個題目出嚟。可以講啲人名喎，一紮漫畫家有邊啲我哋識？牛佬啦，司徒劍橋啦，雪晴啦，馬遜啦。咁啊，先冇少少馬遜，咁跟住之後有袁家寶啦，甚至乎到而家啦，邱福龍啦，個山海逆戰啦，係啦。咁其實嗱，呢啲名係有啲我識，有啲我唔識。咁但係我就其實我想問一問翻咧，就係、是、嗱，你呢個報導咧係舊年出舊年見街嘅，舊年四月就以五期，差唔多係應該係每五期每星期一頁咁樣一版嘅形式出嘅。你籌備呢一個訪問籌備咗幾耐？大半年咯，大半年嘅時間嚟湊，你準備做大半年，做大半年，因為第一期係訪問嗰個漫畫 app 嗰個投資者咁，又要隔咗去上海嘛，咁跟住就咁你咁多位漫畫家咧，咁你一版你見有陣時有成，嗰陣有三位漫畫家咁，咁所以都做咗大半年，跟住就排住寫好曬先出咯。你訪問咗幾多個香港漫畫家？你講淨係呢個 for 呢一個呢個咪九個咯。九個漫畫家，九個咯。原本佢都有份嘅，跟住後屘改咗策略，嚟翻今年自己孭一個。係啊，呢啲係啊，今年講獨男係咪呢個？唔係揸機嗰個都係介紹食齋。係啊，咁其實咁其實咁點解會搞呢個節目就係話，因為其實如果有睇開玩具 TV 嘅朋友都會見到我之前都會去一啲帶大家去一啲個玩具，即係日本嘅玩具展覽啦，或者係講一啲香港嘅藝術，即係火炭裏面嘅藝術家介紹一啲嘢。咁其實我係想係透過一個玩具嘅一個節目，其實可以即係俾大家知道，其實係嗰個範圍係好闊，好似而家個泛娛樂
其實係玩具業嘅嗰個 ACG 動漫嗰個範圍亦都係好闊嘅。咁譬如話，你選擇嗰個訪問嘅受訪嘅漫畫家，其實本身有冇一啲去點樣去揀一個對象？因為你一定有個受訪嗰個人，你一個你有興趣或者係你覺得佢有一個某一定嘅代表性。有嘅，其實咁譬如第二期揾阿賢哥上官小寶，咁佢都退咗休好耐冇做過訪問啦，咁跟住揾佢出嚟。咁其實想講一講九十年代之後港漫係咁樣噶嘛，直線落嘅薄裝漫畫啦，我當我講薄裝嘅港漫啦，同埋呢一行係好似一個萎縮緊嘅。咁啊問阿賢哥有咩睇法？咁但係阿賢哥嘅睇法其實係啱嘅，因為即係最後形容咗一句港漫要置諸死地而後生。咁就再好似以前流水作業式啊，或者工廠模式啊冇得做嘅。咁就話係可能係好似佢哋五六十年代入行嘅時候，一個主筆撚一兩個助理。咁跟住可以題材會百花齊提上，即係齊放啲啦，好似你以前咁樣啦。咁啊可以有唔同嘅題材出嚟啊，咁跟住先至會可能會有人跑出。咁但係大前提，第一咧就冇以前佢哋即係八十年代開始起飛，同九十年代揾咁多錢，就睇你跑唔跑到出嚟。因為以前佢一個主筆係楞住好大棚人㗎嘛。可以咁講啊，可以咁講啊，同埋分工變咗你可以。一個禮拜你可以出一本周刊啊，三十幾，有陣時會係有幾本嘅。咁啊，講一講頭先啊所講嘅賢哥，其實就係話呢個李小龍嘅。咁呢本書都有二千期，其實我記憶中係有二千期嘅。咁其實係咁你選擇呢個 topic 啊，除咗本身，咁你自己本身嗰個睇港漫嗰個年資有幾長？三十幾年。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會唔會話佢又咁講啦？咁咪？其實佢周邊的玩具產品，其實雖然係港漫唔屬於多啦，但係都會唔會你去去？我會比較少，我比較少，因為其實本身都唔多。我都做咗拳。係咯，玩具展你會有啲人會排隊搶嗰啲刀刀劍劍之外，其實真係呢樣呢個吸引未吸引過我。係咯，我淨係買過Eric Show 嗰陣時幫羅浩文設計個三王啦，跟住後屘。出咗只火神，但係冇正式，即係冇正式話係火人邪神啦。嗰只我後期先入手翻。會係啲通常係啲一係 Q 版公仔咯，好多時候係一係啲我唔 Q 版。係咯，一係就係啲唔喐得嗰啲因為仔啊。係因為其實係點解會做啲唔喐得嘅嘢？因為其實係嗰、那個生產費同埋嗰個銷售量，其實好多時候都唔係咁 balance 到嘅。咁啊，唯有就盡量都係做啲雕像同埋係呢、這個成本會比較低少少，咁啊容易啲去發售咯，咁樣嗰件事件，即係當其時我自己做呢樣嘢嘅時候就係咁樣嘅。咁其實係嗱咁講翻呢個獎啦，咁其實呢個獎咧喺報業嚟講，其實等於係奧斯卡，就唔會咁誇張嘅，即係報香港大獎一年一次啦，係啦，一年一次啦，一年一次啦，係因為其實佢嗰、那個講緊嗰個文化嗰樣嘢，咁因為當列入文化我哋講啦，即、就、係、是、漫畫。是一個文化，咁我哋點樣去釐定咧？其實你自己點樣去釐定呢、這個？當你用一個文化，即係文化呢個藝術報導啦，你點樣可以去覺得你用一個新聞嘅從業員嘅身份去啦？你點解會覺得漫畫都係文化嘅一種？其實係做緊一個比較嘅，咁因為頭先都講咗啦，話香港嘅漫畫市道一路萎縮緊，好多人話步入寒冬。咁先俾阿賢哥講咗啦，就揾賢哥講咗先，第一期主刊咁講完。咁其實大家而家睇翻都係啊，而家好多漫畫家可能唔同以前嘅，佢可能設一個畫曬啊，或者係一個攬住一兩個助理啊咁樣。咁就其實養多兩個助理已經好叻嘅咯。其實係中咗㗎啦，同埋比較多題材，唔同嘅題材出近年都，譬如有啲綜合漫畫會出啦，呢兩年咁其實出綜合漫畫係。畫嗰啲漫畫家冇乜點計較稿費，即係純粹係支持，想出啲唔同嘅題材啦。咁近年最成功跑出就謝心啦，謝心龍二啦，喪屍啦，畫喪屍最出名啦，即係一啲另類嘅題材會出嚟咯。咁跟住賢哥之後要諗翻落去呢個 IP 啦，最緊要你 IP 你先可以揾到錢啊，漫畫家。所以 IP 就係其實版權，或者個知識產權嗰樣。係啦，咁。第三期的對比就是找了邱福龍和鄭建和兩個人都脫離大公司出了來剛剛十年上年的時候那和仔剛剛不停地去創作他剛剛吃到這個浪就譬如《封神紀》啊《西遊》啊已經授權了給內地嘛另外阿龍邱福龍是
佢譬如畫嘅漫畫好受歡迎，即係叫銷量都高啦，喺香港一定係三甲噶嘛。但好可惜，佢之前嘅譬如畫翻《鐵掌中環》個版權係民權噶嘛，係到最近本新作《山海逆戰》啊，或者佢創作緊準備出嘅機械人漫畫《大權》，嗰啲先係自己嘅版權咯。咁就做咗一個對比咯。咁跟住到第四期，第四期就係、是、揾咗風塵三俠啦。咁就係馮志明、劍橋、司徒劍橋同埋柏迪。點解呢？因為港漫好似式微咗咁，但其實有好多香港漫畫家，佢哋已經其實喺唔同方面用漫畫滲咗出去做其他嘢啊嘛。咁咧好似阿馮志明咁樣，咁佢其實好多時每一年佢都會去廈門參加嗰個藝術節噶嘛，同廈門政府合作。咁佢就會用去沙筆啊，或者點咧，將嗰方面比較藝術少少啊嘛。佢近年嗰個漫畫嘅風格已經偏咗去藝術方面。係啦，藝術味重嘅。咁仲要俾博美術館收藏佢嘅畫啦。咁跟住劍橋就嗰陣時，因為第一批漫本，即係嗰個 app 同佢簽約畫網上漫畫，咁我就揾佢講一講，你畫網上漫畫同畫服裝漫畫，你解釋翻，即係俾啲讀者知道啦。咁啊，柏迪，咁啊並唔係消失咗添啦，因為我嗰陣時佢係一間動畫公司嘅總人物設定，總人物設計師啊嘛，但係內地噶嘛，嗰間公司都係。咁佢哋三個已經其實分咗一個已經係動畫啦，一個係藝術啊嘛，一個係首一批去網上畫網上免費漫畫噶嘛，咁啊解釋翻即係其實香港漫畫家有時唔係叫做失蹤人口喎，佢哋係最佢哋係移民出，仲唔係都係喺香港，都係香港，但係個發展已經唔同方向去咗咯。即係暫時佢哋嗰個主要嘅新嘅目標受眾就係變咗係內地人。其實又唔可以咁講嘅，其實好老實，我以我所知，你內地以前咁多盜版漫畫網，有幾多香港人會睇啊？係咪先？好多香港人有啲硬派啲嘅漫畫，咪直情話佢哋睇盜版漫畫啦，啊，即係咁樣。但係而家人哋內地，譬如好似騰訊動漫咁樣，幾多本漫畫喺入邊咧？佢哋暫時都係免費網站嚟。有啲會係，其實而家開始有開始會收費啦，已經升咗。以我所知，我唔記得咗個名啦，但係諗唔起。上2016年咧，有一間網站本身佢係免費嘅，其實一路係蝕嘅。你因為你開頭你投資嘅太多咁樣啊，咁跟住轉收費啦。佢喺一年佢就轉虧為盈啦，已經即係啲人肯俾錢，俾錢啦。咁同埋你吸引，其實好似睇港漫咁樣咯，因為我聽翻嚟就係、是你俾錢嘅，佢逢禮拜四更新嘅，你就即刻有得睇，或者幾時更新你即刻有得睇。你唔俾錢嘅，你可能遲一兩回，你先可以免費睇咯。咁你知漫畫迷個心態就係、是、又唔係貴，係咪先？咁啊，我點解唔俾錢睇咧？所以就算你喺騰訊都有分收費唔收費嘅，咁呢個係大勢所趨，我覺得都係要向網上發展。其實，但我覺得冇影響嘅。你網上受歡迎，你出翻實體書，都會有一定嘅讀者銷量噶嘛。你睇譬如小説，你睇台灣嘅九把刀啦，九把刀都係因為做網上漫畫，喺網上發展小説先噶嘛。咁跟住到而家好成功出啦。香港啲網絡小説改翻做書，實體書，跟住再書展出就賣得簽名啦，係啦。我想問一下，咁譬如問翻 Walker 咪本身就喺法國大，咁其實嗰邊嘅報紙啦嚇，或者係傳媒啊，都會唔會報導？會啊，因為法國即係其實歐洲法國比利時呢一區嘅漫畫咧，嗰、那個點講係好受尊重嘅，好受尊重。我甚至有漫畫大學啦，即係有一間大學直頭係教漫畫。之前啊，大有黑羊前幾個月就做咗個展覽，其他漫畫家向佢致敬，就係、是、嗰個城市啊，安古嶺嗰個城市叫做。咁因為你知佢哋嗰啲漫畫書係厚皮裝噶嘛，就是、大概圍到90蚊港紙一本到啦。咁佢哋係儲，係擺喺屋企係唔會抌嘅，即係佢嗰啲漫畫書一本一本擺喺度咧，係當冇。同埋我睇過啲相，安古嶺漫畫自己食咧，佢哋有時有啲人放啲相出嚟咧。嗰邊嘅漫畫嗰、那個無論書島啊、包裝設計啊，即係唔會好似香港你話統一咗國裝啊，或者好似日漫嗰種咁，係有玩好多唔同嘅花款。唔係，佢主要都係有一個咁嘅 size 嘅，即係我唔知道那個 size 係幾多 exactly， 但係會有一個主要 size， 但係佢係好似你咁講，佢亦都會有唔同嘅
書莊，尤其是係翻譯漫畫會更加多啲添嘅。咁佢視乎嗰個出版社嘅風格，但係事實就係嗰個漫畫受入屋同埋受人尊重嗰、那個點講咧，即係係一件事嚟嘅，即係其實喺文化上嚟講係好受好受認同。就會好像港漫咁一直都好似圍起幾錢一本大概嚟講，就係話九十，睇睇厚度啦，但係起碼都應該八九十蚊一本嘅。所以我就覺得其實今次咧，其實佢阿先生佢做咗嗰個係關於港漫嘅 topic 咧，咁其實係比較少係將港漫去正式地去列入去文化，而喺個新聞報導裏邊咁樣去講嘅，即係一個以個新聞嘅一個報導嘅形式去做呢樣嘢。咁其實你見到我見咁睇嘅時候咧，就見到係一個次序上就由譬如話第一期嗰、那個第一輯嗰個係網絡嘅啦，即係講一個網絡嘅Apps 嘅動漫畫啦，跟住講一個係已經退咗休嘅漫畫家，跟住然後就係一啲而家喺本地仲有出漫畫嘅人，跟住就係風塵三俠，即係嗰三個唔同嘅其實係喺度嘅，不過個方向已經轉得好快。即係咁嘅，其實嚟緊會唔會再有一輯新嘅去做？其實會嘅，因為上年係以內地為主嘛，咁今年本地其實可能亦都睇到有啲趨勢，本地會有啲資金啊，會去發展唔同嘅漫畫方向啊，咁啊，譬如好似網上睇到嘅温日良啦、肥良啦，佢自己寫劇本啦，自己拍埋啦，佢嘅燃燒的下啦。咁啊，跟住咁民傳嘅怪異集又改拍網劇啦。咁另外仲有部分，以我所知，可能會有啲新題材，唔係傳統見嘅技擊題材嘅漫畫去出咯。咁所以今次我可能今年我會著重一個係比較係本地篇，即係講香港。咁啊，再問一樣嘢啦，其實你點樣去釐定關於嗱，因為大家香港本地的港漫就通常就會講係薄裝啦，大家會見到係呢個 size 嘅，仲每個禮拜。因為我啱同阿弟喺度鬧。咁其實你點樣去釐定關於？我覺得香港漫畫家畫嘅就係港漫。香港漫畫家畫，無論薄裝又好，世界又好，係啦，咩漫畫咩題材都好，總之係香港漫畫家畫嘅香港出。咁你其實你隔離嗰個都係漫畫家嚟。哇！黐線啊！呢個 cut 咗去。陣間咪又講又講。畫咁滯又唔代表漫畫家啊，大佬。唔係，所以我頭先點解會問佢法國買一本漫畫幾錢咧？其實而家因為薄裝個市場萎縮嘛。係。咁你見好似日本漫畫嘅完全版，佢去賣緊嘅價錢喺香港，即係翻譯咗做香港咧，都已經如果台版嘅。過百元一本都有，咁嚟緊以我所知，如果再有新題材嘅漫畫，佢哋一定係偏向精裝化噶嘛，你做唔到薄裝噶嘛已經，所以我諗香港嘅漫畫迷都要接受翻，可能嚟緊嘅精裝漫畫真係可能100甚至要過百元一本。其實台灣比較多，即係譬如話東立或者武道狂之師嗰啲，其實真係話睇漫畫嗰班係接受咗嘅，同埋半年先出一期，或者甚至一年先出一期都會有。武道狂之師，即係我講歐洲。但係點食飯呢？咁因為人哋嘅市場大，就係呢個問題啦。嚇！咁譬如話，我亦都講就話關於台灣咁係好不幸咁，今年就係鄭寶鄭走咗啦。咁其實佢哋嗰個故宮咧，即台灣嘅故宮啦嚇，咁佢亦都係擺咗個展，即係將會擺個展啦。咁呢樣嘢係即係話係佢哋台灣嗰邊亦都開始係叫承認，就話係啊，當然一啲經過一啲爭拗啦，咁都開始承認就係漫畫都係文化嘅一種。咁其實係你揀呢個 topic 啦嚇，咁嘅時候你嘅總編會唔會話喂點解會揀一個漫畫去代表文化？我解釋咗俾佢聽嘅，其實喺我做之前，講咗個方向俾佢聽，同埋解釋咗咩係泛娛樂。咁我邊一期做啲咩，邊一期做啲咩，其實我有即係逐期你睇過咁，邊一期邊一期有個對比，佢會知道咯。咁其實咧，咁我咁講啦，如果喺兩岸三地咁去講，其實甚至乎連埋澳門啊，咁喺我哋會留意到，其實係國內啦，或者澳門啦。他們對於漫畫或者是動畫這類的創作呢，其實他們覺得是文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來的。其實是反而本土香港我們比較封閉的，我們會覺得他們還是一些叫次文化。尤其是我可以講一樣，因為我想港漫一向都是以拳腳功夫，即比我們的印象都是以拳腳功夫來做主題呢，由我們上一代開始都是受到普遍女性抗拒的。
咁你一半人口已經抗拒咗嗰樣嘢咧，你就已經有個問題喺度。近年就會多咗一啲啲可能比較少女形式，或者係講一啲屋企或者一啲生活、生活上嘅漫畫咁樣嗰種。其實我覺得仲睇你個畫風咯。你好簡單用《逍遙劍橋》舉例，佢個《九龍城寨》哦，其實係係啊，就吸引咗一大扎女 fans， 係女 fans 啊，大堆女 fans， 一大堆女 fans 個畫風啊，主題啊，因為但係香港漫畫家值錢在一樣嘢咧，譬如你內地而家發展得咁犀利。但其實你上網睇翻佢哋嘅漫畫，佢哋無論譬如分鏡啊、故事嘅表達啊，或者點咧，其實做唔到香港呢個質素，做唔到。所以好多香港漫畫家或者潛在咧，有啲俾內地嘅網站或者即係揾咗啊，或者已經用咗唔同嘅名字，或者幫緊手啊。所以我就大家係唔知嘅啫。佢香港漫畫家就係因為好多都係紅富子出身，佢哋到而家。就是內地或者係點樣嘅，佢哋都未必追。我唔係話內地一定追唔到，有啲大師級，好似王家衞嗰啲真係超勁添，或者好似早稻啊嗰啲出本畫集去賣印幾版嘅，嗰啲都超勁。咁但係普遍嚟講個水準及唔到香港住。因為我有次喺內地啲火車站咧，都會見到啲綜合漫畫刊，我唔知佢全國發售啊，定係淨係地區性咧，但係嗰啲水準係。近乎學生級，但人哋都即有個市場喺度，起碼佢出到本書有人買啊！我知道你講邊本，好耐添啦，我出咗。因為其實大陸出書係有分開書號同行號，咁其實出書都係都有啲規格嘅，啲規限。咁其實今次其實我都覺得係其實會睇到一樣嘢啦。咁其實係關於香港漫畫，其實嗰個滲透嘅每一個階層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即係譬如話，好似記者啊，即係每一個行業嘅人都會有，因為大家以往可能諗起香港漫畫，就會係諗起係一啲比較勞動性人口會去睇嘅嘢。咁其實唔係好多文化界嘅人都會去選擇去睇香港漫畫。不過近年的確係好多咁種種原因啦咁樣，咁所以就係令到佢有啲走下坡，但係其實只不過係一啲某一啲嘅轉變。咁嚟緊就你會嚟緊個新嘅 topic 會係大概幾時嘅？應該完咗七月開始會做嘅。哦，係啊，因為始終今年回歸廿週年，要處理咗呢個大題目先。所有報館都會係咁嘅啦，我相信所有媒體都會係咁咯。嚇，係啊，係啦，咁啊，我哋都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謝阿 Vincent， 咁啊，係啦，係啦，咁啊，留意啦，因為嚟緊都會有唔同嘅嘉賓會，我哋會帶大家去玩啲唔同嘅嘢，咁下次就係玩 war game， 係啊，咁啊，大水大打 war game， 我唔玩 war game 嘅，但係我會去訪問啲玩 war game， 係啊，我會舉手照爆頭，係啊，咁啊，好啦，咁啊，咁多位，拜拜，拜拜，多謝曬。